动荡的年代。我们前面罢工，那些老板抬不到工友不重要。你们进来吧，枪口可以吊着，拳头不应该打自己。以德服人者，如果永春突然输一场，我会更加满意。别问，这里不归你管。我没兴趣管这里，我是来管你。揭开一代武术宗师传奇一生，查理王龙运电影院《叶问终极一战》11月2日卫视电影台全台首播。